大家好，我们以 XS Max 这款机型为例，来看一下如何进入恢复模式保资料更新，如何进入 DFU 模式刷机，如何强制重启。首先进入 iTunes 大插头模式，先将手机关机，完整关机后按住开机键不要松开，亮 logo 后插入数据线，直到进入恢复模式。此模式有两个选项，保资料更新和直接刷机。退出恢复模式，快速按一下音量加，然后按一下音量减，再按住开机键不要松开，亮 logo 后松开开机键，等待进入系统即可。接下来我们进入 DFU 模式，开机状态插入数据线，先按一次音量加，再按一次音量减，按住关机键不松开，屏幕熄灭后松开开机键，马上同时按住开机键和音量减键5秒，随后松开开机键不松音量减，等待成功进入 DFU 模式即可。进入后松开音量键，退出也是和恢复模式一样，快速依次按下音量加和音量减，按住开机键不松开，出现 logo 时松开即可。接下来是强制重启，快速依次按下音量加和音量减，按住关机键不松开，亮 logo 后等待进入系统。之前有老铁留言说，艾斯所在的盘200多G， 怎么刷着刷着机内存就满了呢？所以在这里做一个补充，艾斯删除大内存的方法，固件界面点击设备刷机设置，打开固件缓存文件保存位置，打开后删除即可。使用下载的固件刷机更新，放在所需要的文件夹，连接 iPhone，打开 iTunes， 按住 Shift 的键，点击恢复或更新选项即可。更新之前切记要给客户做好备份。再分享个小技巧，删除 iTunes 备份文件，如果是 Win10， 打开 C 盘找到用户，打开 Apple， 点击 Mobile Finker， 移动同步的意思，进入 Backup 备份的意思，删除即可。欢迎大家持续取关，谢谢。